准足球分析最贴你的心。大家好，我是足球小宝贝。今天宝宝带来日职联分析，广岛三剑对上神户胜利船。广岛三剑近期主场不败能力还是不错，而客场则是屡次败仗，进攻能力一般，赢球能力下滑严重。神户胜利船近期反弹力度很高，球队从降级区升到中游，队内压力大为缓解，士气提升不小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半球，看在客队近期表现出色，虽然主队有着主场优势，但宝宝这场更加看好神户能拿下佳绩哦。本场推荐神户胜利船胜。感谢收看本次视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足球分析，请记得关注我或添加我的微信 LIFE 176666，每天都有精彩的赛事分析哦。